叫阿杰也去现场帮忙。好的，必须要带啊，我会带上阿杰的，家人们啊，我会带上阿杰的。来，直播间家人们，阿杰说他要跟你们说几句话啊，来吧，你说嘛，没事。没事啊，那我说了。啊，你说，过来，过来说呀。他你不是很自己问的就定还不得了吗？你知道那家人们啊，还有王菲的话，有些时候不好要当着你们的面回答一些你们的问题，然后你们这边有什么想要对王菲说的，你们就打在公屏上，我会看了，看了之后我会跟王菲说的，好不好？来，还有梦啊，等会给你下次什么？还有家人们，哎，对我，他奶奶身体是挺好的啊。网络卡了吗？卡不卡？网络卡不卡？网络卡不卡？家人们，怎么卡了吗？网络卡不卡？不卡是不是？对了，我有个事，我让他们，你们帮我一个忙，家人们，你们帮我一个忙。就我那第一个作品啊，我那第一个作品你们帮我点点赞好不好？我的第一个作品你们帮我点点赞行不行？然后评论个随便评论什么都可以。你们咱们直播间3000多个家人们啊，你们点开我的头像，然后我第一个作品帮我点个赞，然后随便评论一下。我昨天发的这个视频没有上热门的，你们帮我那个点赞一下，评论一下，转发一下，好不好？我看一下，我现在是那个，2000个赞，现在才2000个赞，咱们直播间再帮我点1000个赞吧，咱们直播间3000个家人们啊，没有给我第一个作品点赞的，给他点个赞，然后下方评论一个评论一个支持2个字。然后分享给你们身边的人看一下好不好？我的第一个作品分享一下。不是，我这边有好多话，我有一句家人们都特别想关心的话要说给你们听哦。嗯，什么话？咱们直播间，你看我一来人气又高了，我一走人气低又低了。不是，我们两个合体才高的，知道吧？你合体，你一个人也不高，我一个人不高，合体了他就高。合体不了。咱们直播间啊，你们3000多个家人们，给我第一个作品点个赞，然后分享一下好不好？还有家人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家人们，我们先在这边恭喜一下王菲，好不好？先打恭喜王菲。什么喜？为什么要恭喜我？因为咱们自己人都知道，就王菲不知道啊。你们有知道的吗？有知道的吗？知道的扣一。对，小猪肉。喂。我们先恭喜一下王菲。不知道这个恭喜。就不知道这个恭喜会不会太早了，你们说早不早？还有家人们，双喜临门对吧？就是他第一个作品。还有家人们，我跟你们说啊，他现在在接电话，他那个电影，阿梅的那个电影啊，不是马上就。王菲说了，要尽快发布这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一发布的话，那些导演啊什么的，就会把在电影里面参演的这些人，全部都会叫过来，来继续发布这个电影，知道吧？所以啊，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招数了，所以本来。他们这部电影啊，要等到明年6月份才发布的，但是为了能早点见到，能早点团聚，
我就不说名字嘛，大家都知道对吧，能早点团聚，所以就这边申请了提前发布啊，到时候发布的时候有些人会来的嘛对吧，我们就不说名字嘛对不对，我不说名字你们也都知道对不对，你们知道的话可不可以我看一下，我不说名字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对是吧，扣个一，对，所以有些人会来的嘛对吧，有些那些什么什么人嘛，他们也会来，然后到时候来了之后，我这边的话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还有也要靠直播间家人们你们的努力对不对，因为一个人说的话有可能说的不怎么好，有些话有可能忘记说了，但是咱们家人们你看这么多人啊，你一句我一句啊，你没有想到的话他想到了，他没有想到的话你想到了对吧，这样的话啊到时候就看咱们了，到时候你们会不会在吗，家人们这个事情就靠我们了对不对，就靠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了对吧，到时候家人们你们千万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说啊，你们也要全部走进来啊，到时候一起啊，我们一起好不好，愿意陪我一起说这个事情的扣个二我看一下，愿意陪我说这个事情的扣个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愿意，来有多少人愿意陪我一起说这个事情，因为有些人会来对不对，他来了就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他嘛对吧，愿意陪我一起留住他的，愿意陪我一起留住那个的扣个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愿意陪我一起留住他，对你们现在啊这么多人扣了二，到时候千万别说话不算话啊家人们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感谢你们送的小礼物啊！礼物咱们就不要送了嘛，给他送个人气标就行，因为咱们人气太少了，有一万个咱们非家人还有没家人的一万个人，今天才你看3000个人，有些人都有可能还不知道，你们都分享直播间没有？估计整个现在在直播间那估计呢，分享到那什么，分享到我们的群里面去，好不好？咱们的家人群里面去，因为这个主办方不是王菲他们说了算，因为这部电影是别人投资去拍的知道吧，所以不知道到时候要邀请什么什么样的人过来助阵什么的，所以但是里面参演的人都是必须要到场才行的，你们分享了没有，有多少人分享直播间了，我不能再说了对吧，对咱们心里面想的都是一样的对吧，因为咱们都是做同一件事情对不对，做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情在为都是为一个人担心的对不对，我们所担心的人也是同一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一个事，所以咱们不能让我一个人去面对啊，叫我不能吃的，我们不吃这奶奶的一点蜥蜴，他说这些肉他都自己舍不得吃啊，今天特意拿过来给王菲我们吃，我都吃了好几个，牛姐也累吃了好几个，毕竟是奶奶的一点蜥蜴嘛对不对，他都舍不得吃的，我却牛姐眼泪吃了那么多，怎么是牛姐眼泪吃的哦？对，杨哥和他那个什么舅舅，咱们就不提这些人啊，咱们直播间不尽量不要说这些事情，因为害怕有黑粉，知道吧？你刚才说你要唱一首歌给他们听，还唱不唱？家人们，你们想听王菲唱歌的扣一，想听我唱歌的扣二。不唱了，我今天跟你唱歌的话，那个打扰到邻居了。
什么恭喜啊？什么恭喜我？没有啊，奶奶身体好就是恭喜你，恭喜奶奶身体好的意思嘛，对不对？你从大老远来这里，为了就是看一下奶奶的，但是看到奶奶什么？我非要当爸爸了？你们听谁说的？你们不要乱说啊，家人们啊，你们不要乱说啊。到时候那个人来了，我就陪他再跳一段科目三，好不好？我一个人跳没有那个劲，没有那个灵感。不要了，你们公屏上不要乱打这些乱七八糟的字。你们谁替谁说的这些话是？戴着眼镜，我比你霸气啊！怎么可能？你刚才没注意看，来，家人们，谁还有个墨镜再上一个，我是不是比他霸气？那你好好看着啊，等一下他们会上墨镜的。来，你看，哎呀，我是比他霸气啊，但是他比我，但是他比我帅那么一丢丢啊，我是比他霸气。哪里霸气了？我倒没有看到你霸气。你玩手机了没注意到？王菲，那个，恭喜王菲，你们不要乱说话啊！谁说的？谢谢说的墨镜。不要乱说话，公屏上不要乱打这些字啊！你看谁带的节奏？哎、不是谁带的节奏？这个他啊，真的，王菲特别的生气。你们这么说的时候，他说的时候，谁说的啊？这个他的嘴角是这样子扬起的，他口是心非，对不对？你看是隐藏不了他的那种稀奇。咱们啊，不带这种节奏嘛，反正恭喜他嘛。不要带这种乱七八糟的节奏，对不对？他说谁说的啊？他自己都高兴了，自己都快点笑出来了。